哎呦，我求你们了，给我留点地儿吧，这高低是我的账号。小矮子站前面，嫌你高。不是我说，你说我矮吗，兄弟们？矮矮。我跟他们在一块儿，确实显得我挺矮，是因为他们仨腿太长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腿长有一个不好啊，就脚是三九的，脚是三九的脚啊。脚还差一个你媳妇儿，也是三九的。不是，我先做单身人设的，你说什么呢你？喂，瑶。全新的2024款欧拉好猫。这个颜色和我今天的 OOTD 好搭呀，有没有？怎么样？谁说你不了解我们？这车看着性价比就很高。我是了解你。怎么样，王姐这车？好看，一看就适合新手开。那你是新手吗？姐是老司机。哦、咱们上车吧，我带你们兜风风。哎呦喂，我跟你说，这么好看的小车明明是很软萌的，但是今年2024款多加了两个配色，首先就是这个烟冷灰啊，因为原来呢欧拉好猫适合很多软妹子，但你看今天他们看起来就比较的凶残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烟冷灰配上一些车身周围的点缀啊，18英寸的熏黑轮毂，看起来就比原来凶，比原来飒啊。你再看整体的车身造型是一个复古未来的设计，你再看那个猫眼灯，虽然看起来很复古，但里面全是 LED 光源啊。能快点不？磨磨唧唧的。不是，你别骂了，你超凶的。欧拉好猫是给可可爱的女孩子准备的。人家也是可可爱爱的哟。快开车，快开车。你教我一个。哎呦，你开车吧，走了。Hi everybody。喂。哥们儿，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呀？鹅，你看中间这块屏幕了吗？这太适合女性新手了。你是瞧不起我们女的开车技术吗？不是所有女孩都像你们一样老司机，对不对？左右有一些新手，对吗？你们要对他们友好一点。前面有狗，前面有狗，你慢点。出上去撕咬他，看见吗？上看见了，这狗已经在那。上去撕咬他，看见吗？你这话我真不知道怎么去了。它这是360度无死角的那种，非常适合女孩子。对，你看欧拉好猫的核心驾驶辅助功能呢，9项核心安全主动保障功能呢，直接一键寻迹倒车 ，AI 泊车，啥窄路弯路通通就给你搞定了。这么着你就不用再麻烦别人了。男人都是靠不住的，明白吗，哥？你觉得对吗，大姐？我觉得男人有时候也靠得住，比如你。我操！他给你多少钱呀？我给你双倍，你把这句话给我删了，行吗？就你的开车技术，多好的车放你手里你也开不明白。不，你这就一辆车，我们仨人怎么分？谁说仨人分这一辆车？一人一辆车，欧拉好猫买单啊，跟我韩姐猫没有关系。他们俩都不信，归我了。那我也信好了，欧拉给我一台。